Open Gangnam Style. Gentlemen， 欢迎各位莅临北美第一届魅力之星国际广告模特大赛。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Iris 韩爱彤。To the first ever International Charm Star Advertising Model Show Contest， 我是主持人 Jeffrey 刘佳。你们好，我是朱迪朱佳琪。大家晚上好，我是王思思 Maria。美丽有约，每天绽放新精彩。本着这个主题呢，我们经过了紧张的海选、初赛以及培训过后，终于在今天赢得了我们决赛的到来。那么我们将通过今天的决赛，在40位选手当中分别甄选出最耀眼的广告明星，前往中国参加各代赛事。那么代表我们的北美，代表加拿大温哥华，代表巨星舞台艺术学院，争成就我们的梦想。好，这次演艺胜利来临之时，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也正是我们的主办方巨星舞台艺术学院跨项3周年之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创办人徐旭红女士也是有很多的满腹的热情和激动之情要与大家分享。经过2个月的初赛和培训，我们终于迎来了决赛。经过今晚的角逐，此时此刻我和入围的决赛选手们以及在座的各位一样，激动、紧张而又充满期待。本次广告模特大赛开创性地打破了以往以选美选秀活动的硬性条件，以挑选符合品牌形象需求的模特为目标，向全体大众开放甄选，探索美与广告的多样性，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成为魅力之星。巨星舞台艺术学院一直大力投资于文化教育产业和慈善事业，致力于培养文艺新秀，提升市民的艺术素养，